衷心多謝咁多位，我覺得呢段時間無論係音樂，無論係生活，無論任何嘢都好難過，但每一次企喺個台上邊，都 feel 到，都感受到你哋嘅力量，都感受到未來係未成定型嘅，每一秒都仲可以轉變，音樂、生活都好，我哋由呢一秒開始一齊改變好唔好啊？谁设计交叉每年情路调个位，足以改变了一切。假设当价极贵，那算什么浪费？一秒可成天国，一秒可成丑恶，瞬间可变的太多，要信我的感觉。时间早一秒一秒走，谁错失？时间早一秒一秒